没有，我那个提早开播了，提前开播，不会，因为我现在人在老家，因为家里有人生病了，情况是比较严重的，在老家，所以昨天下播之后直接赶回来，兄弟们，忙了一天，然后现在才有空跟大家讲，有时间的话就会开播，反正是今天肯定是没有空了，刚刚忙完，我等会儿要吃个饭，刚忙就吃个饭，站在老家。昨天下播之后直接来的，没声音吗？喂，打不了训练赛，打不了，完全打不了。今天训练赛是完全打不了的。等我有空了就开播好吧，兄弟们。哦，没办法，理解一下啊，因为家人生病了，情况比较严重，要照顾一下他们。要照顾一下他。我头发都没洗，我等会儿要洗个头发。可能是因为天气太冷，然后很容易，这个天气确实很容易出事。你们也注意一下身体，我觉得你们兄弟们真的要注意一下身体，身体最重要。等一下，잠시만요。네，지금잠시만요，잠시만요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可能又要去了，兄弟们，我去看一下啊，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那个等会儿啊，那可能是我等有空了我再开播，好吧，兄弟们。好，因为刚好有空了，我要先跟你们说一下，刚好刚有空，刚忙完了，我饭都没吃，那我先那个去一下啊，兄弟们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有空了再播啊，你们注意身体啊，你们也真的注意身体，兄弟们。